今天周末给我家小朋友做一个香菜丸子汤。先给处理好的肉蟹按屏幕上的调料码一个位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抓匀。再做一个鸡蛋汤打底，不想煎鸡蛋的也可以用大骨汤来打底，味道更赞。把调好的肉馅挤成丸子，放汤锅煮5分钟左右，一碗香喷喷、热腾腾、QQ 弹弹的香菜丸子就做好了。